哈喽，我是魏冠娜，欢迎收看来说好了。这边是桃园机场第二航厦，早时间应该已经快五点了吧。因为呢，我刚刚整个还没有睡醒，然后现在觉得现在都行李都 check in 完毕了。啊，好难哦 ，vlog 怎么那么难啊？而且我刚刚整个赶到还没有时间化妆什么的。耶，关大伟到了，还有几个上和弦的伙伴们，嗨。柠檬卷好正。我们现在要走去捷运站。黄渠站。然后到朝阳北路走。好像什么红渠。红渠米。现在这个是二号线，它感觉比较有点像，比较像火车，台北的火车的感觉。比刚刚的六号。池口不通广场，我们出来的。在那里哦，那么远。其实我上次去杜拜清真寺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要这样子安检。要证件？请问要要证件啊？要证件是不是？台胞证什么？身份证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啊，我没带啊。没带。没带啊。让我参观。等着。排队。那你进去吧，我等你。我根本没带啊，谁会记得带啊？我会也不知道。可是你有带啊？不要了，要走失走散了。三分钟的绿洲。哎，你们对，不要威胁我的观众。好看起来有点像是葱，绿，哈，结果是花。花。哇，我还以为是葱。难怪那么香，茉莉花是不是？我以前都不太喝冰的，但是必要时候还是要喝冰的。我以前是打完篮球，然后就直接喝热的，直接喝热奶茶。走在他前面呢，当当，好危险哦！当当车，他一直走在这个上面，有人走在他前面，卧轨啊！太危险了吧？他都要几张吧？他终于发现了。这期的地位不是很高啊，好酸哦。好，我加了蜂蜜了，试试看。这我觉得还好，不会太酸了。加蜂蜜之后更好吃，好好吃哦，打开了我的味蕾。因为我原本其实没什么食欲，喝的冰冰的。吃饭也好吃，好吃好吃。
的摄影机越来越熟了，我现在比较会自言自语的。这是我们活动的主办方上和弦的芝麻。不要放影入，不要放影像，不要放影像。漂亮，不是。哎，你都穿起来是吧？不要卖你了。666。不用那么大，不用当背景音乐就好。票耶、yeah, 欢迎大家来，那我们先把音乐关掉。Hello。 Hello， 我是魏坤，那欢迎收看来什么好的。我也休息一下。好好吃哦。因为我现在就是想喝那种热汤跟热的鸡腿，比较清淡的。好舒服哦。冰是一支6块，两支5块，真是神奇的国家。完了，你刚讲完，累。你摸卷累不累？有一点，可能我在台下弄完月度。14天。这么快、啊？无言的 vlog。错了，我不是做梦的梦。梦娟的那个名字啊，买错了，买成那个做梦的梦，打错字。他是那个梦子的梦。好，11:40的飞机，现在已经11点了，所以 check in 可能就来不及，也连带了他也不能上飞机。而且我们刚刚还看到一群大妈，他们跑错航厦，他们是 T3， 然后这边 T2， 然后也是差不多11:30-40的飞机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，但是因为距离很远，所以他们其实也来不及。然后那时候那个机场人员就说，你们来不及了，然后全部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用弄标的，还是要强吃一次。
真的会有缓慢的在转。不然买别的裤子。种类很多，我都喜欢吃这个。我今天眼睛非常的肿，等一下要变肿大。真的，这真的很上海味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上海味是什么，就是有这种感觉，涂得很白的，就半瓶涂的。脆梨酥吗？对啊，这是吸管。哦，好像是吸管。还加什么啊？培根哦。哦，会很恶心吗？看一下镜头有没有糊掉。不要了，它奶油好恶心哦。不就是这样吗？奶油。正常的奶油是有奶头的、啊。
吗？研磨咖啡可以参观，然后连杯子、纪念品这些都比较多。你要先在星巴克参观一下，然后呢，下一站是去金茂大厦喝下午茶，然后再来是到外滩看夜景。60公斤，对。那那一罐能有60公斤吗？后面那个大罐子，我们最多可以放偷拍我，柠檬，柠檬什么？冰茶。哥哥，这里是一个大家都爱睡觉的地方，真的很好睡。抢到沙发了，睡一下。等四点的时候再前往浦东机场，可以帮我拿一下杯。我们今天好像那个好青春哦，好像学校社团的人。耶，我们是双胞胎。真的就看不到，我没有在看镜头。对，好好用哦。镜头，戴墨镜好用。这样也不用担心眼神不自然。其实可以多戴着。你的是绿的，我的是紫的。挺凶。难怪那个 Casey Neistat 都要戴墨镜。没错啊，而且他的是完全的反光的那种。